的最难打的那个来了。哎，如果可以，按赞、星星、留下礼物。Minions have spawned.要 Q 到他太难了吧。不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想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他想要哒哒哒哒我，他想哒哒哒哒我啊！不行啦，我不能被哒哒哒到啊！我是20秒 CD 的，不能这样玩。我忘记这 CD 时间少了。人嘞，你人嘞，人去哪顺，我疯了！大家忘记这一段好吗？这是告诉我们，告诉你们的，没有故事的了。
没有故事，没有任何故事。为什么没回到？太鬼了！太鬼了！他是出，为什么他要出那个啊？为什么要出耳语？他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是减伤。好了，两个头或一个塔啊，缩圈的时候其实一个击杀就结束了。我们也可以选择击杀他，但是他选择回家，我们就拆塔吧。哎，白金仔。啊，纯爱欧宝宝，送你一个赞。我们看一下输出，其实我们很多次可以杀他了，只是我那个大绝实在是，手滑了一下，好不好？